Move 音樂導賞團今次有我關楚耀帶團嘅，今次我會想分享一啲自己中意嘅歌曲啦，亦都想分享一啲可以鼓勵到人哋 break out 嘅歌曲。誰在退？天也知我們在拖會粉碎。上年自己嘅佔領啊，或者我自己一代人啊，好多歌迷都會話啊，點解我唔唱情歌啊？咁今年自己第一主打會用翻一隻情歌先嘅。咁但係依隻情歌亦都係有別於我以前嘅情歌，例如《我還是什麼》啊，或者《你當我什麼》啊嗰啲，嗰一種係比較描述一個可能年青啲嘅男孩子對愛情嘅一啲感覺，譬如分咗手，即係佢哋會可能答啊，你當我咩啊咧，即係好喊苦喊不好唔開心。但係到咗手印情人咧，自己會想營造一個strong 啲啦 ，man 啲嘅一種感覺。咁大家聽到曲風啊、題材啊，都同以前嘅情歌好唔同。咁同埋呢首歌，我覺得最好嘅一個賣點咧，係佢夠真實。佢會講男性對愛情嘅一啲陰暗面啦，譬如男仔都會自私啦、妒忌啦、憎恨啦。呢隻歌係好真實地咁樣呈現到男仔對愛情嗰一種嘅感覺。當然仲有一個 point 就係呢首歌嘅 MV 係關楚耀第一隻自編自導自演嘅 MV，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無人敢說那件事，我好少聽自己嘅歌會有一種莫名其妙嘅感動。罪過都不過是愛，偏要被歧視。咁呢首歌係我之前拍過一套電視劇童話戀曲嘅一個插曲嚟嘅。咁自己其實好開心嘅呢首歌，即係冇真正話喺電台嗰度 sell 過啊、派過台啊。反而呢首歌係直接就擺咗上互聯網嗰度，隻字不提嘅 lyrics version。我自己好 surprise， 亦都好開心，係反應非常之熱烈，大家都會喺裡面嗰度留一啲自己對愛情嘅一啲感覺啊、心情啊、故事啊。咁有某啲故事，我相信身邊嘅人都曾經發生過，包括我自己，所以希望你哋都會中意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有啲咩推介嘅話，即刻上 move.hk/musicguide 跟團。罪過都不過是愛，偏要被歧視。無人承認心裡。